大家好，我是宇哥，宇哥出品必是精品。今天宇哥继续介绍悬疑美剧《迷离档案》。这天清晨，一名叫罗伊的小伙来到教堂，虔诚地向神父祈求别让自己再看到可怕的东西了，还说当日公交车上将会发生一起恐怖事件，他自己害怕极了，然后随手丢下一张毛骨悚然的手绘图，匆匆离开了教堂。果然，一名手拎皮箱的西装男登上了一辆公车，随后从包里掏出防毒面具戴上，将一个冒着白色烟雾的柱状物体抛向地面，乘客们纷纷变得。宇哥的公众号里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，方便查找观看，跪求大家的关注。另外，别忘了转发和推荐，谢谢大家。